你怎么了，姚姐夫？我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都哭了还没事儿？苏玉，你还好意思哭？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你盯着点他，我要让他把公司的东西送走了。说话咋这么难听？玉儿怎么可能会是公司的东西？哟，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江城前首富齐天齐大公子。你又是谁？姚姐夫，他是江城银行的蒋总。苏玉。 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就使你当主管。你看，吴月，你表姐夫这么护着，你是不是和他有一腿？我还以为你真的很清楚啊，没想到背后玩这么花，跟你表姐夫不清不楚。你胡说！不，他现在是欠了你屁股债的穷鬼，跟着他能有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姐，你现在就是跪下，拿你的衣服给我擦鞋。 我都嫌你无能太早，太傻！无权无势什么？在我面前装什么逼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现在得罪不起我？得罪不起？我倒要看看，在江城有谁得罪不起？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 我们蒋总可是江城最大银行的总经理，他认识的那都是达官显贵，像你这样破了产的穷鬼，还敢在我们面前嚣张？我看不是我在他面前嚣张，是他在我面前如此嚣张。姚姐夫，他在江城的能量很大，刚破产，也惹事儿了。他已经摊上事儿了，来人！总统，我替我表姐夫给您道歉。 一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计较了。把这个不知尊卑的东西给我扔出去！慢着，怕了？听说你们这里是 VIP 服务区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们这里只接待江城银行的 VIP 客户。那怎样才算你们江城银行的 VIP？ 我们江城银行的 VIP 客户，像你这样的阿猫阿狗，危险。 要想成为我们江城银行的 VIP 客户，至少你得存1000万。听到没？1000万！我的钱都在这里。<笑>我还以为你会拿出一个金卡或者银卡呢，这不就是张普通卡？这小子铁定是疯了。你以为你有超能力，拿出张普通卡也是小傻逼？ 别做梦了，我是没有超能力，但是我有超能力，这卡里的钱全部值。这里面最多也就只有几百块吧。你也太高看了，他现在欠了10亿，这辈子都像一滩烂泥一样摊在地上。你放心，既然他们说我装逼，那我就打掉他们的脸，不枉费他们这么卖你的诚意。小子。 现在人欠的钱自己都信了，别吧，你帮他把这张卡刷一下，卡里面有多少钱，全部都给他转走了。好了，齐先生，您确定要把这卡里所有的钱都转走吗？这卡里有多少钱？不都转走就是了。缺了它，我们江城银行还能倒闭。经理，不能让他转。 为什么不能转？他这张卡里是负的，还欠我们钱啊！哎呀，不是负的。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！这张卡里到底有多少钱？5000亿！5000亿！而且是美金！美金！ 5000亿美金，真是超级财神爷呀！要是损失了这样的客户，我总经理的位置必然不保。齐少，刚才啊，都是误会，您啊就是我们银行的 VIP 啊，不，是超级 VIP 顶级 VIP。 齐少，对不起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我还是喜欢你们刚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现在这么低三下四的，也太难为你们了吧，姚姐夫。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一会儿和你解释。齐少，都是我的错，
是我错的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求您原谅我们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刚才是谁说我卡里只有几百块？想转随便转。是我是我，是我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您千万不能把钱转走啊，要不然董事长会扒了我的皮啊。我自己的钱我想转就转。是是是，只要您不转走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。你刚才对我叫嚣了半天，我现在看到你这张脸就恶心，不如你打自己一百个耳光如何？一百个？那我不成猪头了？你不打啊？打打打打打。你呢？你呢？齐少，我也打。齐少，打完了。今天这一百个耳光，只是给你长长记性。要是以后再仗势欺人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是是是。钱我可以不转走，但这都是看在苏玉儿的。我懂，我懂，苏玉儿有功，立马转正，升任银行副总经理。我副总经理？是啊，这都是名额。齐少，苏副总，我带你们去看看苏副总的办公室。请请。苏副总，以后啊，您就在这儿办公。蒋总，这是你的办公室，我怎么能在这儿办公呢？以后咱们银行就全靠你一个人了，啊！我呀，去给二位泡杯咖啡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还算豪华，刚好符合你的身份。我只是个实习生哎，怎么能当好副总呢？我说你可以，你就可以。对了，表姐夫，你怎么有五千亿美金那么多钱啊？玉儿社会经验不足。还是先不告诉段丞相吧。哦，国外几个财团借资给我，这些钱几个月后还是要还回去的。原来是这样。齐少，苏副总，这可是国外顶级蓝山咖啡，请二位品尝。小峰，我这次没有对你一路到底，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。齐少，这次我是真的服了，以后啊，我就是您的一条狗，您让我去咬谁我就去咬谁。听说明天江城拍卖会，即将拍卖齐氏集团的股份，帮我搞张邀请卡。齐少，您，好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一定完成任务，一定完成任务。这一次，我让几个未开眼界的家伙全都付出代价。请出示邀请卡。他怎么拿得出邀请卡？他都破产了。什么？我们的齐天、齐大少爷还没去出曹公呢，是不是打不过流浪汉，要在江城拍卖会上找个地方住啊？这么热的天，这家铁定是来蹭冷气，真可怜啊！蹭个冷气，还需要看别人的脸色。齐天，你怎么还有脸待在江城？他怎么出得去啊？坐飞机还是高铁？依我看，他只能一路要饭，走着出去。差点把这事给忘了。齐天，好歹我们也是兄弟，公司啊有条看门狗，他晚上一直都很急。要不你晚上去跟他一起上班，我帮他一个月给你一万，高薪。齐天，萧公子不仅给你留了条活路，还给你找了个伴儿，你怎么连声谢谢都不说？没教弄死。算了算了，齐天，我公司的看门狗永远留给你。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就滚吧，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我就算后悔，也不会是因为你。雅丽，我们赶快走，别跟这种没教养的东西说话，不然会掉我们的身价。就是，这江城拍卖会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。保安，这种人在这吹个空调，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？哎，是是是，小嫂、李小姐，我马上把他轰走。听到小嫂说的话没？这里是江城拍卖会，赶紧滚，别逼我动手啊！你怎么跟我说话？哎，你一个破产的废物，还在我这儿装什么首富呢？啊，滚！
江城拍卖会资助卡，现在知道该怎么好好说话了吧？以后不要这么狗眼看人低。对不起，小的有眼无珠。你这破了城的穷鬼，怎么有资格出现在拍卖会这样的？连你这种欠钱不还的狗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能进来？你他妈的，别以为买了个房子就是豪门了，告诉你。这本上面前连个屁都不是，我猜的很重的垃圾说话太臭了。今天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刚不是看到你号称京城第一美人老婆，扯着萧家大少爷的胳膊在那儿，哎，你不知道，好像有点晕啊！你一个连老婆的手都不如，有什么资格出现在京城拍卖？我也没有资格。 欠账过不还的人，说老就算。说什么？你个废物！我根本没有欠你钱。好啊，你个狗不知道无所谓。现在就给我跪下，掌嘴！你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信不信？本少可以让你竖着钱。好啊，干呢？干什么呢？ 这家伙没有邀请函，把他给我喊！你敢打我？欠钱不还的杂碎，就是。看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几个？全江城只有一张纸存下钱，你怎么会？你哥给我把这，我可以。 给我等着！刘世宗，你欠我的一个亿和三个小桃，我会让你加倍还。萧少，萧少，大事不好了！刘少，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再怎么说，你也是个少爷。萧少，那个破了产的废物，他竟然进来了！什么？齐天进来了？他怎么可能有邀请卡？ 他不但有邀请卡，还是至尊邀请卡。怎么可能？江城拍卖至尊第一，有至尊邀请卡的人，一定是江城身份最尊贵的人。是啊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齐天是江城首富，他有可能拿到至尊邀请卡。可是现在他破产了呀，他就是个穷逼，怎么可能有至尊邀请卡？萧少，厉小姐，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别慌。 有也是他偷的，他绝对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对呀，我刚被他唬住了。齐天那家伙，一定是偷的。还是萧少看得清，一眼就看清了齐天的真面目，手脚不干净，可不就是穷人的通病吗？嘿，齐天。 你现在什么身份啊？也敢和我们坐在一起？算了，拍卖会讲的是财力，这种蹭空调的家伙，就让他好好看看。萧少说的对，这次拍卖的齐氏集团51%的股份，必然是萧少的囊中之物，就让这废物好好看看我们萧少是怎么把他的心血一举拿下。各位嘉宾，本次拍卖会现在开始，第一件拍品，齐氏集团51%的股份。 底价1亿，每次加价100万，请问有出价的吗？齐天，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公司被拍卖，心情很复杂。从哪里知道，就从哪里发现。萧朗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。哈哈哈，你的公司即将姓萧，你老婆每天任由我摆。讨厌！我凭什么不可以得意？你别忘了，我姓萧。 也是萧张萧，1亿。萧少出价1亿，齐少，请问您出价吗？他出个屁！他破产了，现在死穷鬼一个，晚上他还得睡大街呢。你不是很能装吗？现在真金白银1亿，你倒是掏啊！2亿，2亿，废物，这可是2亿。 不是2块钱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你把欠我的钱还了，
我不就有了？哼，还了你也不够啊！哎，不对，我哪儿欠你钱？齐天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江城拍卖会可是总督之女的产业，在这乱叫价，小心被赶出去。没钱叫价就闭嘴，别在这儿废话。姓齐的，你可别装了，你早就穷得响叮当了。就在一个星期前，我让你给我弟买一辆100多万的保时捷，你都掏不出来，还2亿。你以为你是萧少这样的英雄人物，帅气又多金啊？你们这的狗男女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要怪，就怪你自己，不能满足你。满足？就他这种让人恶心的女人，我给猫给狗也不会给他。齐少出价2亿，萧少，请问您还出价吗？2亿，第一次。2亿1000万。3亿。好你个齐天，3亿1000万。4亿。现在齐氏集团就是个空壳，市值只值3亿5000万，4亿拿下太低了。萧郎，萧家大少爷，就任由他打我脸吗？4亿1000万。萧家大少爷，你这面子可真不值钱呐、啊。一次就1000万的加价，1000万就要压死萧郎，就是要踩在你的头上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那可未必，10亿。齐天这小子疯了，不能再出了，以3倍的价格买下齐氏集团，太不值了。让给他，10亿第一次，10亿第二次。10亿第三次成交，恭喜齐少拍下齐氏集团51%的股权。刚才是谁在这儿阴营狂吠，说要压得我永世不得翻身的？齐天，他怎么还要钱？齐天，你给我等着！萧少，萧少，我还以为他能多嚣张，原来这么差劲。你跟我斗气，你骗得了萧少，骗不了我。这尊卡是偷的，你刚才说的10亿是乱砍的。拍卖师，我要求查验他的资金。他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钱。想查验我的资金，那要不要和我打个赌？好，不过我先告诉你，我可以让江湖拍卖户，你要是输了不认账，你死葬身之地。也不知道是谁还欠我三个小时。本拍卖会可以为2位做公证。好，我就赌这家没有实力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那1亿连本带利还回来，而且3个小头加倍还回来。好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给我自断双臂，滚出江城。一言为定，开始公证。齐少，请出示您的资金。哟，我手下的农民工就拿这种卡发工资，这里边能有10个亿，真是。交易成功。齐少，恭喜您拍下齐氏集团5%。什么？你欠账不还，落井下石，欺软怕硬。今天连本带利全都还回来。刘少，江城拍卖会不允许赖账，请给齐少磕头还钱。齐少，我错了。齐少，